这个是死海啊，这个路边 This is a dead sea。在这里看到就是死海啊，这里看到就是死海。This is the Dead Sea。然后这里呢就是昆兰那些山啊。This is the Hill of Kunlun。 这些山里面的窿就是放了一些这样的古代的文物和旧约圣经的古卷在这里，就在山上这些窿。这就是昆兰那些窿啊，那些山窿。And they believe that they are the holy army of God, and they believe that they believe in, you know, eschatology theology. That in the end day. 呢啲係類似死海古卷嗰啲嘅樽啊，嗰啲瓶啊。呢個就係嗰啲文士抄佢哋嗰啲文字，佢哋嗰啲經典同埋聖經的地方。咁呢個咧係佢哋嘅呢個一個複製本啊，就係佢哋嗰啲規則寫出嚟。呢地方咧就係嗰啲昆蘭嗰啲修士啊，佢哋以前住嘅地方嚟嘅。呢啲係佢哋遺留落嚟嘅遺跡。这个是一个比较深的屋啊，这个是另一个深的窿啊，可能他们真的啲人走下去下底咧，喺度静修。在这上面有一些屋子在这里，有很多窿在这里。这个是耶稣受试探的山。